点蛮酷的事情。很酷。就是我们学校太小啦，没有办法一次养5只兔子，所以我们可能要把兔子送到附近的农场。可是我不想要把兔子送走呀。想把兔子送走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我们学校这么想。只养一只兔子是不是？哎，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式。可是要怎么挑哪一只？我们可以养最聪明的兔子。最聪明的兔子怎么挑呢？老师，我记得你有给我们看过兔子找迷宫的影片，我们也做一个迷宫的兔子。说用兔子迷宫的方式挑出最聪明的兔子，是不是？实在是好方法。然后我们开始做吧。透过迷宫的方式来挑选最聪明的兔子。好，来第一只，我们看是否挑战成功。来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挑战失败，没有走啊。来第二只，加油加油加油！挑战失败。来第三只，加油加油啊！睡觉了，失败。都没有怎么办？不能养了。这是哪一只啊？咖喱。那我们就养咖喱好不好 ？OK。好。游戏会老师会说。是个好方法，那我们就安排户外教学去宠物店跟爱兔协会，让那边的专家来告诉我们饲养兔子的知识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第二天，牧场球跟饲料，牧场球。咖喱来吃饭了，这是你最爱吃的。饲料和牧草。金鱼饲料盒里面有吗？万一咖喱吃到吗？怎么办？但是以前老师带我们去爱兔协会里面的姐姐说吃牧草会帮助消化。一组房子组，一组玩具组，好吗？好，那我们赶快工作喽。好，分组时间。苹果干，苹果干，你又不是开始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后面，后面。你去，我在前面。请问兔子快乐的时候会怎样？快乐。来，请说。跳兔子舞。来，快乐。好，来，请问，请问咖喱怕什么？咖喱
的欣赏我们的戏剧表演。然后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其实第一集计划不定限定说只有年纪很小的，其实他们也都是。